王星于台北报道，香港艺人黄秋生昨晚在第37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说出关键字香港电影，被怀疑是影射成龙之前谈到香港电影发展，表示香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的言论。任达华今日出席代言活动，近淡笑说，每个地方都有好的电影，好电影不分什么片。任达华担任本次金像奖的评审之一，黄秋生在台上念出引言时，任达华同时坐在台下，被问到当时的心情，他说其实心里没有想什么，但台湾有台湾的电影，香港有香港的电影，电影代表每个地方的文化，不能归类在同一种。对于今年香港电影的发展，他坦言目前的电影的确成本减少，但人跟人是有感情的，就算成本低还是会好看。任达华代言按摩椅记者会，记者陈义宽说，任达华代言按摩椅记者会，记者陈义宽说，任达华代言按摩椅记者会，记者陈义宽说。